爱显现上因，无穷奥妙天命。弥勒祖师方主大愿慈悲，咱无极分愿天命圣人宫，中华道场、邦桥道场、台南道场、屏东道场，诸位道亲、大五安、大吉祥，以及咱 FB、YouTube， 即诸山中路真人道友善人信徒大德，大五安、大吉祥，南无弥勒佛，请放掌。啊，各位道亲，大家午安哈。这个礼拜四跟日本的师父都在我们彰化道场，那因为礼拜天遇到桃园要做这个清洁打扫，因为我们那边都已经很多工程都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说就有妙尊师母礼拜六礼拜天都有他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其他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会 去帮忙打扫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桃园道场如果这些一切都完成以后，我们可能就进入试办的这个阶段，那等于从农历四月份开始，我们圣灵宫就有正式是五间道场开始在做试营，就开始做办道的这个任务。那以前我们是四间道场，那因为彰化这个桃园道场已经可以开始进去试办，所以我们就进入正式的五方办道的这个道场已经正式的这个完成，但是呢，我们五方道场完成才是任务的开始了哈，绝对不是结束了，因为很多阿叔啊，你安尼五方开放完成啊，你任务已经完成啊，我讲任务哪会完成啊？对，大家开很侪钱，就是在这边拍天下呢，都不是庙起起就要关起来个，哦，咱跟人无共啊，你看迄工。咱在是遮对一个讲，唔在讲去对一间庙哦。我厝个朋友啦，一间王爷庙啊，哦，起庙起完，讲什么？伊呐，起庙起完的时阵，伊都无过热嘞，都无过热嘞。我讲啊，孙兄，你个庙起完啊，无过热，你起间庙要创啊？我讲啊，连个船插头行啊，都无神啊，起个庙要创啊？啊，都无热嘞，插头行都无神啊，嘛，敢毋是安尼？我讲啊，起一间庙遐大间要创？啊！以后我甲讲即句话，拆者才讲。哎呦，啊！师傅，你讲的我才向你想到呢。安尼啊，但是因的做法是啥物？你要布施啊，趁即阵王爷伫遮啊，紧布施，无王爷无落，你就无机会布施啊。结果是安尼尔。各位，但是恁是毋是安尼对无？对，绝对是毋对的。身份吼，无可能甲叫恁钱开开，迄间庙放伫遐了后期望，是毋是啊？先，你看咱的先去建五方，就是要方便办道。你看今仔日咱也无种啊，各位道亲，你看恁较早爱走台南，爱走邦桥，你看偌无方便。即个咱开放桃园道场，除了讲较早新竹桃园，甲即个换即个较新北市较换即个桃园地区的人，后摆因去遐人行道拢毋免走到邦桥遐远去，是毋是？过来咱即卖很多新加坡。马来西亚、印尼跟香港，还有大陆的，以后他们要来台湾皈依，也不用说在桃园租饭店，然后呢，才又包车来到彰化。为什么他们不去板桥？因为他们一下子人来都是一批人，去板桥道场可能地方太窄啊，这边就不会，这边地方就不够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开放道场，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。要让我们这个道能够更方便的去度人，或是建立一个比较宽广的 地方，让大家能够去那边怎么样参加听经文法的这个法会，听经文法的法会，听好清楚，不是要念经的法会啊，安尼就是去遐上课，或者是讲今仔日会当大家来遮共修，这样子建立道场才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有的气天神来了，甲伊讲，哎，我。这间庙起了，我就任务完成了。啊，气天神讲这个话对无？这恁若看老辈就知影，其实气天神在救世拢有一个时间性，五年、十年了就退咖，这足多，这足多，各位要清楚无吼？啊，为了换别尊来，啊，别尊来了，这间庙起完就真正就无啊，就无当机啊。哦，迄位啊，我掠十多年就掠无，你像阮高坑地母庙，甲真拢掠无。哦，迄个掠当迄个卖鱼啊、青诶，甲一个太子迄个。无去了，这个进也无当机，啊，地母庙起到大经也无当机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这安尼是不是拢真可惜？是不是真可惜？啊，因为师父是高坑人，所以对遐做了解，所以不是咧来批评，那是事实。高坑地母庙第一任的主任委员就是阮职工啊，哦，
阮即讲这是事实啦吼，啊，所以讲我对即个真真了解，讲得清楚吧吼。但是咱的即个道其实找一个所在，也是来起一个大环境，这是为着要传道吼。所以咱今仔日圣灵宫已经走入即个五峰道场，就是咱即个道开始要安怎？在咱台湾全省，和各位道亲拢会当上近来遮求道、共修、顺水因的参悟的时间，唔免安那路途遥远，路途遥远，嘛，互恁较有时间来参悟。哦，比如讲恁较早去台南，恁在台中、彰化、嘉义去台南，搞不好恁因为路途遥远，恁有可能一个月去一转、两转尔。住来彰化了，恁逐礼拜来的人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对吧？是毋是安那？咱更加有方便来遮共修。啊！你看，较早明年，较早恁两口将来先走个房间去师傅处理，你阁会记无？哦，啊！伊要去阿修，伊拢去带伫因大学生，你哥哥阿小弟，哥哥吼，拢去带伊遐带一站。啊！咱嘛知影讲，伊遐路途遥远，遐房间无方便，则甲讲叫伊来彰化去找一间某娘个所在修就好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吧？啊！即摆有彰化，你看伊计偌方便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！若无彰化，你看因都。嘛是去保伊修安尼，咱嘛袂讲叫伊爱去一定要去帮教。但是若有咱家己处理的这个身份，这个缘分的道场，当然是上好了。吼、哦，虽然偏偏是母娘，恁即摆来遮修古，恁也知影，差大项啊，偏偏是母娘啊。但是道绝对无共的，明年你即摆看安尼有共无？无共吼，因为咱有咧传道啦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既然咧传道，咱就爱对道来研究修行的这点心。求道咱拢求啊，但是修道才是重点。所以咱在传这个三宝的时候，咱会讲行德后修。释迦牟尼佛嘛，甲咱讲啊，自觉觉他，这拢是叫做行德后修的意思。啊，行德后修的意思。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是爱先修甲，哦，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是爱先修后德，因是爱修甲有成就啊，才会当去传道度众生。啊，即马。目的的心是予咱成德后修，但是成德后修，各位恁求道了后是毋是就是拢免修啊？都毋是拢免修啊？哦，所以像今仔李六新师兄有带一个新的道进来，我嘛甲伊讲，你来求道了后，你要知影安怎修。哦，就算你今仔身躯有病、有灵光百体、有一寡业障现前，毋是你来求道了就啥物都拢好啊，是你爱修才会好。你若唔修，安那袂好。你看各位道亲，恁即马坐伫下骹一只听经文化的只道亲，差不多有七成以上个人是有灵光百体，才来咱道场皈依的。但是可能甲恁做伙来的人嘛足侪。你看即马恁有一只好啊修的人，大家拢真平稳。但是无来迄阵人，久久啊过来，你甲看恁问事，伊有还是头青目肿，各位毋知有注意到无？对无？啊！恁一只小的人，就算有灾劫，嘛拢大灾，甲你化小灾。哦，甚至于呢，互你平安无代志，是毋是？哦，阿飞啊，是毋是？你若无一只小，恁囝可能出来，可能就代志大条啊，对吧？安尼，一过来车弄个样样，竟然人无安怎，是毋是？啊，这是毋是今仔你有咧修，自然能甲你弘扬化解，弘扬化解。好。所以咱讲众生是迷失的佛祖，即句话是释迦佛甲咱讲，众生皆有佛性。其实咱本身就是一个佛的灵性来转世，所以释迦佛讲众生皆有佛性。无量甲咱讲众生是迷失的佛祖，无量来这个世间是要来找回这佛祖，要安怎找回？因为咱拢叫这六万亿年来累世。这六道轮回当中已经沾染足侪习气，啊，甲无好的习惯，掉在咱的第八意识内底，迄种叫做业。这业咱也无修正，其实你唔知道你的业到底是重也轻。就算咱今仔日当求这个道带业往生，你嘛唔知道到底你即卖你的业是大过你后摆要去成就圣业的这个功，或者是泄于你这个功，你嘛唔知影，是唔是？那么在你唔知影这情形之下，咱就是求道了后，先发心去认真做就对了，认真做就对了。各位，认真做了有改善，这就是真。在咱还未涅槃，咱还未往生，还未讲
啊，这个无常来，迄一天，咱要安怎讲？看咱做了好无？第一，若看你的灵性有稳定；第二，看你的种种若有改善，迄就是一定你的功大于过啊！你要相信一句话：你如果你的过共款大于功，你的业障依然还阁未开，依然还阁未开，讲遐清楚无？啊，你若修改你的灵体，一直拢稳定落来，你过去的一寡无形病嘛，一直改善落来，这就证明你的功已经大于过。你这样我都一直改善了，所以咱各一辈无上教嘛，我都看到咱家己是不是修了有进步，还是已经有成就了。所以修了好歹，都要看对咱的真济这个啊无明病也好，还是人工鼻涕也好，还是对这个家运事业上也好，那是拢慢慢有转变，这个表示咱的功已经大于过。但是你若哪修哪退步，安尼你就爱去忏悔，是毋是？你拢有咧来，这点心到底是对啊？唔对，是毋是对啊？唔对。有些人实在是道场嘛，拢真骨力来，但是师父当时甲看法，你无来，还佫无做口业，你来安尼吼，口业一做咧，是尤其这是一个正法的道场哦。你一个口业影响到人的修行，这个罪比你咧外口去骂人的业佫较重。你叫国较棒啊！因为释教会讲，妨害众生修行，如同是佛，是佛的个杀佛的意思。这个人若卖因为你家挑拨离间来退倒去，这个人有可能即世成道。啊，你若个挑拨离间，所以退倒，你知影这有业还无业无？有业还无业？有。所以这点咱来注意啊！所以师父拢定甲因讲，恁就算去任何一个道场，行了也袂合，点点啊走，拢卖去用批评。你就算找一个比这较好也好，还是比别位较好也好，咱就点点啊修得，嘛无要无需要去攻击。为什么？因为好歹以下拢有神伫遐，咱无需要去做迄个考验，无需要去做迄个考验。各位了解无吼？修行人本来就唔通去做考验。你就算伊看啊，输迄魔我甲批评人要紧，魔是伊的问题，唔是咱的问题。但是当你咧甲批评的时候，你的心已经落在这个嗔恚、怨叹、埋怨。你因为你的批评，绝对是你底下有去骗过，还是去伤害到。你的内心有一挂愤愤不平的这个经过，你放不下，你才会去批评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各位道亲，不管今日你是安那入去迄个道场，你拢一起去甲了解，你第一步踏入迄个因缘是安那入去。迄、那个因缘拢是你家己自愿的，无人甲你压，无人甲你勉强的，是毋是？啊，这若要甲讲透机，你今日落迄个因果，这嘛是你前世的因，这世要去了完啦。就算去用骗的，到尾你前世就是有欠伊钱，这世要去还完啦。你就当作安尼甲想就好啊，是毋是？啊，无师父讲这点，互恁参考。当初咱头一步踏入迄间道场的因缘，你有啥物想要入？这地有一个感动你的地方，或者让你可以接受的地方，你才会走进去。师父讲这句话，恁听得到无？是不是？这地一个有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让你感动的地方，你才会进去。如果若无，我相信你绝对无兴趣。搞不好你去一撮拜拜，你就再见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入面你才发觉讲，哇，这行嘛爱开向啊，爱开得一条过一条，是不是？这嘛是有因果，噶不是？啊，所以遐有当无闲，甲伊讲啊，红女啊，你甲我有缘，啊，入才开一山的时阵才出来，就变无缘啊。哎，就是迄个缘，就是你有欠伊的债啦。哎，你听，爱行啊，是毋是啊？圣人讲，你啊看，这是一个真平稳的所在，富贵平贱拢真富贵的所在，拢真平等的所在。各位，你们要注意着，你啊看，咱道亲一只经济袂歹的人。师父嘛，未去讲我要创啥先，去甲你讲啊，什么人，啊，你都较有，你咧出较济咧。咱桃园开放的时阵，师父安尼做过无？没有。是毋是？注意，师父敢安尼做过？注意，师父敢安尼做过？无啦吼，副主意有无？我感觉讲，下恁直接官做遐大，是毋是？无啦吼。不是咱遮无尔，咱各道场拢总无，各道场拢总无。所以咱我去到地吼，咱遮干部拢讲哦，咱圣人宫做干部无压力，
真正无影哩。因为咱在开放这条路上，上界当看出一个主持的心，这是师父讲实话。因迄阵需要钱啊，是毋是？啊，需要钱啊，有钱人入来都是啥物猎物咯，是毋是啊？但是师父安尼做无？没有，真的不会。另外，咱帮叫几个师姐迄块，我认为讲中华道路五十间厝咧装，伊就来第一讲就甲我讲啊，是毋是？过去听后，中华道路安尼，代表中华道路，迄是几啊十亿块平啊变个，是毋是？伊入来顺拄啊，咱在开放桃园道场，你看我嘛无听到讲伊剩啊济，讲叫伊都爱开我一部，所以伊就即马带一阵。师父头拄仔在讲，带一群生灵做大人员做研究，伊就是看我咧桃园开放的时候，无去即个坛庙，伊才敢带迄群人去。因为伊昨甲我开讲的时候，师父我真正敢带我这朋友个。哦，我较早去白金宫哦，大家看我有钱，虽然是拢对阮足好，啊，不过嘛开足多，安尼啦。啊，我拢足惊，我搁带这朋友来，唔带迄个，我啊，甲你观察这段期间，你真正袂，所以这我拢敢去叫叫。哦，大家若不是师爷会会长，哦，啊，若无就是迄电镀厂两间，电镀厂呐，咱台湾迄一间可能几啊亿哦，啊，两间，诶，即大头家，太平洋建设当时，太平洋即方正公司的当时长，啊，你看这拢是上市公司诶吼，了、哦、啦，安尼，各位道亲，啊，去的时阵，一个刘医师。甲讲伊要皈依，伊讲我咧上课，你有听？我讲刘医师这对话，你有听吼？有。我刘医师，你要皈依，伊讲嘿啊。我讲你若要皈依，一个月啊，经一两下时间来遮做义工，才再来皈依，啊无卖，你来拜拜无要紧。哎，伊等于想想啊，嘛甲讲甲前一次讲我要来皈依，伊讲啊，伊讲恁的事，我嘛讲我接一个案件，恁若有成，伊要报喜，伊竟然甲应一句讲，我也较希望你来修啦，报喜随缘。他有这种师傅啊，人遐别人听到钱了，我讲好，紧来皈依。结果甲伊因讲，你着我也是较希望你来好好修。昨伊伫啊，我甲伊规定咱开讲的时阵，伊甲真侪新的道亲讲，我做甲一个医生，我是一个足有智慧的人。较早工地我嘛行够济啊，我来圣灵宫三抓着皈依。其实我是看师傅咧做代志，真正真正派，是毋是？所以各位道亲，修行人要有智慧无？所以，师父拢希望恁来圣灵宫修，恁爱来了解圣灵宫，愿恁才来皈依。安尼，你才知你来圣灵宫皈依的目的是啥物？师父一向来都是希望恁皈依了爱好啊修，因为咱是为着要了生脱死这条路来求道。过程当中，难免会当嘛会去受到福，来改变到咱的命运。不过，这是毋是咱要爱的最终的目标？这是一个过程尔。你只要你若发了修啊解脱，你免惊你无福报，你免惊你无福报，因为修福要修慧比修福搁较困难。你若发了修啊慧起，你免惊你无福。你看恁直接做义工有福无？有福啊无福？不管你今布施济啊，就有福无？就算你无钱的人，你来遮扫涂骹、拼内底，有福无？有，迄拢是叫做才华布施，是毋是？财布施、财华布施、无畏施，拢是修福报。今日来求三宝，就是咧修慧。所以有个人，你讲阿叔，啊，你讲布施才有修啊。啊，像阮这拢艰苦人来，卖讲要讲布施五百做委员，咱全部有当时啊，连三顿饭咧做，都爱足俭足俭咧，来遮吼，都较辛苦一点啊。安尼要修什么福？你看咱无心美师姐，对吧？师父敢有叫你布施？就是伊拢九点就来拼扫，是毋是？哎，较早入邦桥道场啊，倒咧涂骹，迄大家信徒来甲望，无在望因区个，敢叫拜伊来点点点个，敢我有在甲讲尔呢？迄音卡甲迄重呢，替我甲处理好个，所以才咧台中走甲邦桥其实安尼来个，台湾全省无人在甲处理啊，我甲处理好，是毋是？安尼，啊伊艰苦。我嘛无讲，伊无钱，我就无爱甲处理，是毋是？但是我嘛讲叫伊爱好好修，爱问我要安怎修。我讲你嘛是爱来遮做义工，是毋是？安尼啊，
啊，伊就较早咧帮桥，伊嘛是虽然台中去哩，伊嘛拢十点进前就去拼赛，啊，十点进前就去拼赛，这个叫做才华布施。啊，你看伊身体一直甲进来拢稳定稳定，稳定稳定，是毋是？至少家己生活过会当过，趁家己生活会当过，比伊较早。安尼，搞不好要去用请人嘛无啊？因为看你迄身体很歹，人啥物来请？过年会有啊？是毋是？虽然是做个美发、洗头的，洗头的你若无洗我较好，人嘛无爱呢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你看咱咧处理，咱有咧分好野善，但是咱对好野善的要求就是爱身体力行。所以，靠讲恁爱身体力行，才是真正咧修功修德，这才是真修啦。阁有钱人，你看较早，咱这个县主陈世瑞师兄，迄阵带一挂朋友来的时候，你看某人甲送伊一句话，伊讲，伊讲个做福报有多，才是真福报，哦，是毋是啊？伊家讲福报有多，才是真福报。即句话就是，因为你迄个朋友可能我经济袂歹个款啦，伊讲福报有多，才是真福报。意思讲，你今有钱，你若无多。什么你拢走未去啦？所以迄种福到底是真啊？个，甚至你有钱了，你若唔在贪修，有人有钱人有两种呢，一种是很会做善事，但是脾气很好；有一种是很会做善事，但是脾气一样不好。哦，对不？啊，安尼到底好啊？歹？安尼有钱，如果你若会样做善事，但是脾气不好，安尼你的有钱，有时候其实是在造业。有时是在造业，那么这个是在还挪你有的福报，是在消费你的，你的今生是在消费你的福报，甚至因这个福报你去造业，那以后无常道，你带着这个业下的地狱，所以你的福报到底是真福报还是假福报？真福报假福报？这咱都要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但是今仔日你看，像咱在座这拢大头家、大头家有足多。包括咱进国道场拢总有，但是大家来拢庆祝。头拄仔师傅咧讲，迄五十庆祝，人迄师傅甲伊讲，你毋知信啊毋信？十点特地去帮桥拼赛，哦，搁一个林彦如，伊印度一间百叶窗的工厂，2500多个员工，大量嘛一间，同款十点去帮桥拼赛。啊！你看咱遮嘛，足侪拢早早就来咧拼赛，是毋是？你看咱厝内人家翁仔某来，若无拢嘛清消，大家做完拢正有走，是毋是？遮拢共款。你看，虽然大家咧社会拢有身份有地位，但是输个教育就是身体力行，身体力行。啊，有平等无？我敢讲叫遮较无个，敢叫新面你咧做呢？有无？无啦吼。新妹九点来，不是我叫，是伊家己九点来。我不是甲新妹讲，你着爱九点来。我新妹，我叫你九点来无？无，不是我叫的哈。所以你唔通误会啊！你不是讲我爱输，要输拢叫人早早来。我是无安尼个叫哈。啊，知影无？这是伊家己发愿的。你家己发愿，你才有这个功德，你才有这个功德。所以，咱今日上这节课来讲，买者输多，五者诸多。今天你若会用修行的人，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提升自己，怎么样去提升自己，安尼修行才有意义。如果你的修行拢是爱人给你牵着走，那你这个习气永远断不了，永远断不了。你相信师父这句话，我叫你向右转，你才向左转；你再向左转，你才向左转。啊，有一天西方路若伫半路突然间改变的时阵，你若袂晓转弯，安尼你赶快死路一条。使用的解释恁听到有，是毋是？你赶快死路一条，对不对？修行每一个人累世所累积落来的业障无同款，所以修行过程当中所现出来的业，所现出来的这个人事地物的这个因缘拢无同款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你若有你的问题去问别个师姐啊、师兄，
其实不见得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的福报甲伊的业障，搞不伊的福比你较好，搞不伊的业比你较重，拢有可能。啊，你去安尼问来对人啊，唔对人？假设我伊讲伊福比你较好的人，伊现在业，伊你两个问我啊，实际啊，我拢会安怎呢？你敢会伊讲？袂咧，我拢袂安尼呢。因为人福报真好，所以你修行过程当中就无较侪业障啊，是毋是啊？啊，这种人，人爱心通的人讲啊，安尼你。你这啊修了无好，你拢修甲未通，吼对。啊，你唔知影讲人其实是福报足好，未去有无形啊干扰着，是毋是？啊，你也去做来业障重诶。实际啊，你想哦，你遐个够轻诶啦，我一暝十几尊来啦，哦，啊，你着做神仙诶，哇、哦，那修甲遐厉害，其实无智慧啊，是毋是啊？其实你也唔知道你逐工去有鬼啊，甲你插咧做伴，哦，你看咱妙如师姐。你看，逐工暗时啊，要困一阵毛才来甲伊整。你看，到底是好啊无？小陈，你看，你若无来好啊，小你看，迄条龙拢甲你咧整，你看迄好啊无？是毋是？啊，是毋是？即摆安尼哪整哪好？啊，你即摆要听着讲较整较好，还要听着较早呢？那你即摆选择要安怎？即摆安尼吼，唔敢讲出声，惊叫无用处啊。对吧？未来我咧上课，伊会。伊会尊重我啦，所以讲出嘴，伊袂甲你处罚，你放心。因为你即句话咧教育众生，迄有功德啦。哦，你知影？师兄讲这有功德。各位道亲，恁爱相信师即句话。伫咧咱这圣人宫伫咧度众生的过程当中，咱的圣务人员那是照恁的因缘咧介绍，咱的道亲听，恁拢唔免惊歹势。为虾米？因为这个因缘，和咱所有道亲。会当加强伊个信心，甲证明，其实这是一件机会难得的一个啊功德。比如讲，我今日甲伊问，我实际有影你应一句有影，大家听着讲哦，安尼袂歹。啊是等下下课了，我去甲你了解较清楚咧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是毋是会加深他对圣人公的信心？安尼有讲得了无？先。这个你们要，所以十五当下就这一年，你跟恁讲，不是你跟恁消遣，这是给你机会。你要看，我今仔直接人四十个听过，听到你证明这句话，扣掉你都还够三十九个，或者三十九个人会当心更加稳定。你认为这功德好也歹？好也歹？啊，所以为人修行，拢惊人知，这是一个足大的错误。真大的错误，这就是明明有一个机会要你做功德，你竟然叫闪过。然后所有人阿叔，我迄个处理的麦甲放红看，因为我朋友作些给人知。搞不好你的朋友若看到一支影片来，你多一步，这功德无量，你竟然袂用做，是毋是？你看较早地表庙迄个杨义生师兄，迄在屏东道场，我处理一个分歧，你有无？你看，迄支影片即卖差不多超过10万人看，你看伊即卖好皮。伊喊你来呢，好皮呢。我去地母庙，我若转去高坑地母庙，哪看拢伫遐咧喷草啊？帮忙孙爷好，我讲袂歹袂歹。对，哎，啊，师傅即阵较拢地母庙较无用，无电，阮无要紧。啊，但是看起来好，为虾米？伊迄个片足侪人看，迄个片拄啊透视影片咧排行第一咧，是毋是啊？啊，你有讲对无？有讲对无？有。所以其实像这种，有时候真的是在替你们做功德，真正是替你们做功德。对吧？你看，咱家唔在对一支片，有诶道亲就讲啊，我就是看到你啊，小陈这支嘛有啦，对吧？我就是看到你支片才来，是毋是？对吧？阮班级有一个妙文师姐，伫遐要死歪歪咧，有无？大家即摆起讲啊，我就是看到你才来。啊，你看，安尼有功德无？有比恁出去外口咧度人较紧无？有影无？你甲看啊！啊，咱讲度人功德第一。啊，上天叫你献因果，这个因缘，互你度人，互你这个因果较早开咧。你看这功德好阿歹？所以咱这个观念要有无？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，讲清楚无吼？所以修行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条路。其实，迄种咱的内境。拢爱有一个思想布施的这个想法，
安尼你行出来，福慧这样我就享受。如果你咧行咧这条路过程当中，你的心中还佫足济阴影，也是佫足济民主问题。较早吼，我拢较早咱都我拢爱民主啊，我呢。生理失败的时候，回去找阮爸爸，啊，找阮妈妈开工，就是唔捌甲借钱。阮老爸，阮出社会拢讲敢交代两件话啦，无事才阁转来。啊，有转来要借钱，免讲，哎，就这两句话送阮尔。娶某爱家己趁钱，安尼做餐人无钱，甲恁娶某，趁有钱才娶，无唔通娶，钱人袂饱，安尼。啊，所以阮转来唔是咧甲老爸提钱啊，咱若失败转来嘛是拢去啊，安尼雇一点饭通阁吃一下安尼，对吧？安尼，啊，人阮老爸拢敢问，啊，你功夫晓，我若歹去用请，我讲这民主区别嘞，头家做官是要做人，敢人做袂落安尼。阮老爸讲，民主一间五角鱼，我当听无咧。我讲民主一间还佫五角鱼用，安尼，因为咧，喜爱民主你五角鱼啦，哦，嗯，我总是听有啊，一间五角鱼啦，伊讲啦，爱民主你五角鱼啊，所以各位多亲。咱咧修道这条路，其实足侪人拢爱民主，放下袂落，是毋是？但是最后断掉是你的路。那行功立果断掉嘛，是你的行，你的真功真果。你看他拄仔书咧讲，这个因缘转传，会当来吸收到这有缘的这道亲，行入咱的道场，甚至来改变伊的因果，甚至来导伊来修道，哇，这拢是无上功德啊！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无上的功德？咱都多咧多未来，看照这个因缘，是不是？你看咱屏东迄个县人太太，伊当初去屏东道场的时阵哦，吼拢未震未动安尼。啊，我头起时，伊讲因翁是上校退伍的，伊讲吼，看会当卖搞啊直播，头一早起，伊讲我是讲甲广播的，可能伊就袂来，我想好啊。第三早起要皈依，我讲要做我的学生，国家讲叫我袂主播，我无让你皈依。我讲圣人叫我袂咧做菜，你是咧惊啥？勉强怎样互我主播？结果迄几片，即马大足侪人去屏东，伊的病怎好？啊，师姐，迄讲迄就是你，师姐，迄讲迄就是你，大家看到伊。啊，你即马会惊哦？哇，你即马来变只水？啊，伊真非常的欢喜。伊讲哇，师傅，啊，不管阮某的，这两时间不管阮某的好来接近，是毋是？安尼，因为两讲，阮来遮若无做啥是咧借钱，啊，阮自家都拢啊无做啥，啊，太阮某好遐紧，我讲恁某迄个比大足济人个，所以拢咧欠钱，拢咧欠钱。你是生理人，毋是工啊人啊，工啊人就是家己爱去趁钱，啊，你这生理人，生理人是安那工啊趁钱互你。所以你那个病，你就是偷鸡，对不？啊，人替你赚钱，互你是无？是不是？我用安尼听下有吼？啊，你要做对一种较紧，要做对一种较紧。这是咱圣人讲已经有甲这个视频经甲这个程度，你要用这个机会做，你才有迄个机会，啊，无你还阁无一定迄个机会，是不是？各位都现在知哦，所以各位。咱即马在即云端网络已经有优化到一个程度，咱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云端的这个平台去做导人的工作。咱的五方道场一定要靠大家有这个观念杀出去，未来咱的五方绝对会大发挥。你看，咱过去四间道场嘛，因为这个网络才有今仔日，是不是？但是咱即马通过开放起来，咱的网络即马阁优化起来。你看，迄讲过即佛罗里达州，师傅穿在咱主持，你有看吼？是毋是啊？甲妙莲伊个，伊讲伊看到师傅个鼻拢伊流目屎啊，是毋是啊？自我传互你迄、那个即话了时候，哇，迄目屎依然无停，所以我就爱直接跪地向着台湾给先生上人师尊跪拜，也安尼怎好个呢？啊，跪拜了时候，伊就安怎讲？伊讲，我若等下台湾，一定要亲身来找师尊，叫师尊亲身甲我皈依，安尼好去啦。各位道亲，远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，那个灵在哭的时候，只有向台湾讲，改下一个愿。我若等下台湾要来找先生师尊皈依，安尼好去。你看，迄种愿力有强啊，无强？
所以各位修道若无愿力，你的修行这条路障碍会足多，嘛不一定会稳定。所以修道人无论在你的岗位上做任何工作，你拢要欢喜心，迄叫做愿力。这个愿力要拿出来。有的人讲，师父奇怪，按新加坡迄个只献业登记，敢会阁献？你若咱台湾只拢定定安尼过来，人登记就真正袂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形啊，知影因献远来拢做有心的，是毋是啊？一届就甲你安怎处理好势啊？是毋是啊？对无？啊，若在台湾的母娘，如果看你有心无？是毋是啊？我按台湾对台湾头到台湾尾，这300几公里开五间了恁收，就我才看恁有心无。啊，人咧新加坡、香港、甲大陆、甲马来西亚、印尼、印度，甚至对美国，后摆对佛罗里达州来，迄要坐几飞坐飞机坐几个点钟呢？还不是小钱呢，是不是？啊，有心啊，无心。你看恁较早直接要入去台南，就是讲遐远啊，算了，对不？啊！因在外国要回来家，你看迄爱话有艰辛，但是这个艰辛就是什么？就是原力啊！看到这个道好，我就决定要去求道安尼尔。你看新加坡一群人，也是马来西亚，是像咱即马到了一寡香港，你看因来，敢有讲我要来求啥？各位恁敢有听到因要来求啥？敢有？没有，就是要求道安尼尔，就是要求道安尼尔。但是因求道了，所以你有发觉到，因直接显现出来的问题，烦恼无用，拢给因处理掉去无？是毋是？因敢有特别写单讲要处理啥？无呢？迄个真心感动天的神，人无用，一切给你消灾解厄，是毋是？所以咱这念心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重要？所以各位道亲，咱母娘在咱台湾这个蓬莱仙岛。头到尾无超过400公里，开五间道场，予咱邦桥、桃园、彰化、台南、屏东。因讲你若安尼，即上今日咧开车，若无塞车，拢袂超过2点钟。啊，若即附近咧，搞不好拢差不多30-40分就到啊，对无？安尼有方便无？啊，安尼你若佫修袂稳定，佫修袂焦稳，佫唔用心。所以，即咱是爱检讨家己，还是爱检讨圣人经？这点咱都要注意，咱都要注意，爱了解吼。但是各位，你们要注意哦，人越容易得到的东西，越不会珍惜，哦，是不是啊？你们要注意着，咱那书都我那捌少年过，所以咱来讲一寡少年乱来的故事，对吗？你若拄到迄女朋友，口角较叫个，伊毋插你呢？哦，啊，你若拢卖插，伊定定要来甲你念呢？你们要注意着无？是毋是啊？所以这人的本性啊，是毋是啊？迄人的本性，咱要去挑战这种安那，挑战这种不可能的。你看，我真的长那么丑吗？为什么这个人不理我？我就一定要得到你，是毋是？啊，你哪定定甲念呢？伊讲我水甲足济人爱，所以我无欠你，是毋是啊？这是毋是人心啊？是无？讲咱对修道来讲啊，同款，是毋是啊？迄对遥远的所在来是讲，我这大道难求。求当下时，你看大家外面真修，迄影片拢传互对庙尊传，你看怎啊？逐工都在啊，师傅啊，你看我今天在这边打坐3宝哦，哎，露营呢，给师傅看呢。永和师兄即卖伫厝诶佛堂，哇，做几个灵疗拢落来互师傅看咧，是毋是？各位你啊看，伫远方诶道亲，因感觉因来到台湾难得有即个道堂要求，你看因偌珍惜，甚至出去转去，安尼一直替咱宣传。各位道亲，恁伫咱台湾蓬莱仙岛，恁是一个真正足有富贵、足有福报诶人。恁绝对爱珍惜，咱要更加比远方的道亲搁较努力。安怎努力？因为这个道场事拢交代咧，互恁管理，恁要甲做好无？下面上个月这点嘛要做好。
当去爱认真分享无，还是去用念两句啊，都唔敢分享，对啊。我问人，你阿爸咪个传染我啊，是不是？咱无共咯，其实迄拢无伤害，无要紧。较早一贯道吼，你叫人道人拢硬逼个，逼讲今仔日我这个道场，人一贯道分做这個中期道场跟一般的这个家庭小佛堂。中期道场来举办法会时，伊负责遐各小佛堂一间道场啊，负责十个人来。这你若要行过一贯道，应该知，是不是啊？十间就一百个啊，二十间就两百个啊，足简单嘞。所以你讲奇怪，一贯道那凊彩叫了啥？一间道场啊，负责十个人，十间就一百个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因遐拢吹研究人会无？会啊未？但是圣灵讲未叫恁安尼做，未叫恁安尼做。但是无叫恁安尼做，恁嘛爱认真，把咱即马创造出来这個平台认真来分享出去，唔免见到小小的阻碍，咱都唔敢去做这个对咱修行有帮助、这個、成功立德的这个什么工作。老婆娘在台湾这么小、这么的所在，就用开五五方道场，让咱方便直接修。咱要安怎来回向给咱母娘弥勒祖师？咱要安怎感恩弥勒祖师这个方主台湾慈悲，让咱有这个道场？足简单，把这个道传出去就好。这就是你对上天上界好的这什么回向，是不是？要安怎传出去？当时我来含慢讲话，我也无叫你家己亲身来讲啊。是不是啊？你甲师父、妙真、妙莲、妙家，因家即马较已经较稳定的这片甲传出去。你家己听一遍啊，感觉一支袂歹，就甲传出去。是不是？这有困难无？没有。啊，团体你嘛免甲一直甲招，甲不伊来看几支啊？你看咱即马帮叫咱各道亲家来，拢都来人拢讲。我拢甲问你是安怎来，啊，我到迄个庙观道来安怎来，因为伊拢传咧影片，我看，我讲，啊，你对圣人经有了解？有啊，哦，伊传几啊句，我看我拢做有了解。是啊，你看帮桥长者拜三，历史师姐我多者师姐去，对啊。伊讲啊，师傅，咁后日拜堂来皈依，我讲你对圣人经敢有了解？有啊，历史师姐已经传咧影片，我看四个月啊，是不是？伊讲我虽然无逐工看，不过嘛看足侪机啊。四个月若要一礼拜看一机嘛，差不多看几机啊？十十四日嘛看十六机啊，吼、哦，是不是？我讲好，安尼你有了解，后礼拜就来皈依，对吧？啊，你若讲来，师傅后礼拜要皈依，你上大啊？我庙管大啊？你讲看影片无啊？迄是伊叫伊叫我来，对。我讲安尼你搁行几转，我无一定要互你皈依，因为你对圣人根本无了解。你皈依是咧，加用对白，你唔知道修行是啥物意义啊？对不？安尼你是不是观念无了解？你来皈依有意义无？无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唔知皈依的含义是啥物。你当作是皈依神，就是万能，爱甲你保庇，互你大赚钱，互你身体用，啥物拢免做。这世间哪有遐好个代志？我常常讲拜神来好嘅，王永庆我咧做，唔是王永庆咧做，因为我功德做足多，是不是啊？王永庆啦，办这圣事有办比我较济吗？敢有？啊，安尼拜神来好嘅，王永庆唔是换我做吗？我讲安尼敢无道理？啊，所以恁这大讲拜神来好嘅，你爱做事即句话听落。拜神来好嘅，我自开工以来，我唔捌咧共骗钱。二十三岁行到今年六十二岁，几年？三十九年。是不是啊？我求过无数众生，艰苦人，甲不人家来一块都开无着，甲不几啊十万人，安尼有济人无？安尼拜神来好嘢，我敢无认真？有也无？有啦吼！哎，王永庆那无嘛，我做。所以有当时咱修行的观念爱对，你若有福报，你生理人你哪修，甲不伊互你有贵人。啊，要赚钱嘛，啊，你要有智慧，啊，有迄个人脉，啊嘛，有迄个实力，是毋是？啊，自然人就该创造因缘。啊，若无嘛，互你身体健康。过来，最后上重要是，互你知影咱灵魂的故乡。你看，这张地当死的，敢一定拢做歹的人？敢一定是做歹的人？
你看迄电视播出来，哇，迄拢足有效诶，对无？照讲，迄种毋是一定会收才对嘛？咁是安尼，所以灾难来时诶时，无常一到，敢敢收恶人尔？毋是呢，善人同款落灾难呢，但是灵魂诶气象都无同款。你有求道有修行啦，你的灵魂气象就能甲你带去天庭。无修的人，你着按阴山地有差别伫遮。你毋通做人在咧艰苦，死后阁艰苦，安尼你着听，是毋是？即句听落无？你看电视咧播，即落灾的人足侪拢是孝子，是毋是？对社会嘛足有贡献的人。其实我呾听起来，感觉足奇怪，即好说亲像即善事未做安尼。各位，你们要注意着无？是不是啊？对不？啊，是安尼吗？不是。所以咱对因果了解清楚，咱就知影，因咱修的是这条灵魂解脱的。你相信遐个人会做善事，人绝对拢有宗教信仰。你爱相信师父这句话，真系拢绝对有一个宗教信仰，真系去做这样一个善事。懂得孝顺的人，我都。跟各位保证，搞不好先生孝顺的人也很多，但是大部分的人也是有宗教信仰，各位相信吗？对吧？啊，这种人就算无常拄到，我相信伊绝对袂落地噶，绝对袂落地噶，各位相信，是不是？所以咱这修道是为着咱的灵魂的未来，伫咧做准备啊，时时刻刻都要做准备啊。哦，唔通算命，甲你讲，师姐，你会当活到89岁，你到85岁才要收，啊，你若得79岁等于，要安怎？算命敢遐准？算命敢遐准？是毋是？哎，有诶算命拢甲你讲，哇，你照我安尼行，你几年后你就赚大钱啊，对吧？你就甲道门讲，哎，先来恁教室，你几个后生？伊讲我两个一男一女。你就把那两个查囡请好，你后摆免做啊！我讲你听我意思无？那遐牛就把那两个请好，你后摆就免做啊！我讲敢无道理，是不是？啊，敢真正发到安尼？大家拢要看去剖腹，要剖腹来生产，讲迄拢要看好时好日，啊，大家拢无歹命人，拢存好命囝，是不是？你敢想讲有可能？迄因果毋是何等个人去做主的，各位爱相信。因果绝对毋是你爬去讲要甲经什么事都会当改变，会当改变，你绝对爱相信，是毋是啊？敢若一种物件脱离五行啊，就是因果啊。善嘛脱离五行，恶嘛脱离五行。五行管理不了，什么时阵恶，什么时阵要来给他讨补，五行无来给他做主。善，你看师父在修行的时阵，这不能不讲给你听。较早因为师父查某囝有一寡病例，不能师父不讲给你听，来提起，为着要去安尼，因咱有阵修行人啊，对家己的人拢会较惊呀。咱就去问一个足出名的，咧电视拢有咧开电视台咧广告的。在南口遐一个三清观的，对，安尼去问伊家讲，阮早起来问问的时候，咱也是讲挂挂的，问伊一届2000呢，看八二呢。伊讲你这几年了足侪钱嘛，赚侪，我想讲，哎，迄阵到阮前妻去，我想讲，奇怪，我这几年赚到买厝、买楼、住个买车，伊太太讲我这几年了足侪，伊讲啊，你后壁这几年吼，真系赚钱啊，是毋是啊？啊！结果迄几年，我跟阮前妻离婚来办桌啊，伊阁无半项啊，是毋是？安尼，所以修行的人命敢若算袂准哦，是毋是？所以人讲，即个修道会脱离即个五行，其实伫咧师父本身的经历内底，师父是亲身印证过，亲身印证过。你一个修行人，你若修好。算命，先啊算你的命，99%袂准。你爱相信我一句话，顺水倒逼，顺水倒逼。所以你若认真修行，毋免去算命，你相信我，加了钱，
是不是钱若伤济，摕来才布施啊？上甲无，我嘛替你做好事，是毋是啊？各位听有清楚无？啊，恁毋是，恁若好毋做，啊，摕茶客互人咧，对嘛？摕去啉烧酒跋筊，你看恁外戆就好，是毋是？你即摆算命先咧，我那无伤呢，对，摆路边摊卖500呢，是毋是啊？我去龙山寺迄地下室摆路边摊，我那500呢，是毋是？啊，有烧啊无烧？啊，恁开一间遮大间，拢随时功德，是毋是？相较有良心，啊，相较有良心啦吼，你烧钱讲得对啊，是毋是？迄师傅定定去龙山寺啊，是去倒位迄路边摊迄。我问讲，看一届偌济500，是毋是？对无？安尼，啊，卜卦着搁安尼一卦一问咧，问婚姻要一卦500，啊，等下要问事业搁一卦500，是毋是？等下要问身体搁一卦500，叫做一卦一问咧。啊，若问三搁1500啦，吼，对无？即你若要去卜卦，知影一卦一问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啊？所以恁伫咧修行，莫去迷这。看清楚无吼，唔好去迷这。修行人确实，若修了无好时，咱的八字因果确实会准。不过你国外你外准，你都爱修啦。所以算命最后拢甲你讲一句话：多行善事啦，哦，叫你多做善事啊。真啊有良心的算命先后壁甲你加一句话，啊那无拢钱摕就好啊，是毋是？反正后摆你三年后你也无较好，你也唔敢去啊偷偷转来，是毋是？你敢不敢去啊偷偷转来？敢唔敢？唔敢啦吼！伊叫强的，一摆几啊十万，骗几百万，拢敢去讨，过2000块，咱为自己人讨，是毋是？对无？所以咱台湾人就是善良，都是善良，正正好骗，是毋是？就是善良。但是咱的善良要有智慧，师父常讲要有智慧，无智慧的善良叫做烂慈悲。你所做其实是咧作业，你当作咧做善事，其实种烂慈悲其实是唔对。所以五戒诸多，你若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伫做每一件代志，你拢清清楚楚，唔免去请教人，唔免去问人，因为你家己知影是非甲好歹，你家己知影这是这种因是善果还是恶果，你家己清楚，你家己拢清楚，你的命运，你家己若清楚，你的命运就掌握你。掌握在你家己，但是你若无清无楚，你的命运永远掌握在别人的手中。你相信师父这句话无？过修行这条路，你赶快掌握在这个法师的手中，因为你无这个法师，你敢那修袂落。这真危险呢！安尼有当时啊，这个法师给你开车要爱山，你都爱好伊呢，是不是啊？不拄到这无？不啦不啦，应该加减不啦吼。这样到底对不对？到底对不对？绝对不对，哦，所以这个跟说迷者师道，悟者诸道，这是对简单来说，说你自己若是下地下界无明太多，还是贪嗔痴过重，你很容易被人把你利用和骗去，因为你要看诈骗集团，如果对以前我这个故事是真的，所以我在讲足自然的。以前我老母在做田的时候，有一对那小小的，我来甲讲，和尚和尚，哦，这个起小那内底有50万呢，讲要甲你换10万就好啊。你看50万，伊做田人伊唔敢讲上济，上济无啊，吼，哦。伊讲要50万，讲要去换10万的，你赶快换啦，你小小啦，安尼啦，对吼。金光党会知吼。但阮老母就拢有一个观念，迄毋是咱的钱毛通摕。伊讲无啦，阮无爱，阮迄毋是阮，等下做餐人哦，赚偌济算偌济，阮无爱共贪迄。安怎甲怪就怪伊袂行，安怎甲怪就怪伊袂行。落较落遐一个，迄个爱跋筊，啊，阮老母嘛袂跋筊，所以爱大部分爱签牌的吼。那厝拍嘛，就无一定是消遣的啦吼。那迄种爱签牌咧拼输赢迄啊，迄种啊，做容易用便宜。各位，你们要注意到，是真正去摕50万，改50万，真正用摕10万要去改换50万，等于百几拢纸，是不是啊？
你惊卖贪会向便宜无？会啊未？我甲你讲，这个世间即马各宗教内底都是同款这个问题。你若卖贪，其实你是袂向便宜。所以师父常讲，恁离开一个教时，你卖去怨贪在一个道场，你家去观察当初你第一步下入去因缘是安怎入去？是安怎入去？其实不就是在迄个当下，你有一种使你感动的因缘，或者是有些人有可能就是满足你的欲望，你才入去，是无？是毋是？即摆咱家找到一个正当的道场时，咱即点要五开，对无？要五开，所以修道真正有智慧。要有地位，袂使袂使袂食邪知邪见的意思。五食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意思。各位知影无？所以咱在行这条路，咱一定对这个真理、因果要认识个清楚。对每一个一举一动，咱拢要甲分析这个因果，最后所做出来是善还是恶，分析个清楚才做。分析清楚再讲，想我清楚再讲，这句话该讲不该讲。个你教育是啥？夫妻相处、同处相处拢同款。有当时啊，脾气要夹起，大家小思考一下，你的人生会差足多，是毋是？你看我足侪朋友，有当时啊拢电话开，较早拢叫我刘师兄尔，刘师兄。我跟你讲咯，阮翁吼，早起啉酒啉到十二点钟，特地是去酒家啉的啦，对，哎，一个月拢去几啊桌，某囝拢唔顾，我要甲伊离婚啊啦！啊，因为大家朋友说，我就知影伊的，我就知影伊的能力咧倒位嘛。我师姐啊，你今年几年啊？我囡仔看几岁啊？我讲几岁？十六岁啊！我讲过等年就生，啊，你等于今年十七年。这十七年来，我看你拢唔捌出去做工课。你真正甲恁翁离开了时，你有法度去做工课，租一间厝，搁饲一个囝嘛？哦，迄为查囡仔离婚，拢个性作用呢。我囡仔绝对唔好，我要带走，是毋是啊？拢无去想着后果呢？想着后果，我出去一个月唔知有得赚偌济啊？租一间厝，我饲一个囝，唔知有法哩，拢无想这后果，对唔？等离完囡仔出世，才逐天来底下哭，是不是啊？这种人坐少，坐少，足多。所以张刘医师讲一个故事，给我俩都真听哦。我感觉听了足有趣的。伊讲吼，老查甫人有三种毛病啦，有三种毛病。第一种毛病就是讲爱身体爱健好啦，过来就是爱赚大钱。第三种毛病是爱无根死啦。啊，即句我来问刘医师讲，为啥爱无根死？伊讲一根啊，无恁换手头的，爱特别注意即句话。对哦，大家听着，大家第一听了，感觉真好笑的。啊，甲想想的，人因做医生的人绝对有经过研究啦，是毋是啊？对吧？因为伊有开过即个养老院、养护院，可能有去研究者啦。哦，伊才讲即句话啦，是毋是啊？伊讲查甫人呐，破病某特地用心甲你照顾；查某人呐，破病查甫人买也无紧。即句话恁可能就拄着啊，捌拄着无？你看恁若翁破病，恁是毋是用心来照顾？但是恁若破病，翁要来照顾无？刘医师讲了，这个我真正做有感受的呢。刘医师讲这个我真正做有感受的。伊讲，查某人呐破病，翁唔甲你顾；啊，若查甫人破病，翁迄某拢爱甲你顾头顾尾。你看，可以多亲。所以，但是有修行的查甫人就袂啦，是毋是啊？有修行的查甫人就袂。因刘医师到尾有讲，因刘医师因太太本身也有癌症，伊讲，但是阮某做化疗六七年，拢我咧甲照顾。伊讲，所以讲有修行的人，确实人生会改变啊，是毋是啊？啊，无伊咧讲这個，伫我真侪朋友的环境内底，我听见嘛，敢若真正有影安尼呢？迄查甫人若破病，尤其若重病，你看迄查某人安尼出去做甲要死，就要甲你照顾，
查甫人不是呢，我看问你，看你金丝丝的哦，我过来带一个较好交好酒的，是不是？对不？这就是人性啊！所以修行无，修行这个家庭才会和谐，才会平等，才会互相关爱。所以修行的好处就是咱爱知影因果，爱知影因果，真济事情。咱知影因果的时阵，咱才会当去珍惜这个缘，才会当去知福、惜福、造福。在咱身躯边的缘分，咱拢个当作一种福报，无论是善啊恶，咱拢当作一种福报。啊，我搁较歹嘛，互相照顾一世人，对无？对，是毋是？哦，较早，阮阿伯拢做够命，阮阿姆，拢有当时来台湾只孙仔听。因为我拢看阮阿姆咧骂，阮阿伯拢点点，敢若当作囡仔咧骂安尼，是毋是啊？阮阿讲阿伯，我阿姆甲伊骂拢袂生气。哦，我作想要甲删落，啊，毋过毋敢。哟，我讲是也毋敢，伊我删落伊饭唔煮，我食我就烦恼。阮阿伯咧讲咧解幽默，我讲啊，食饭较简单。哎呀，伊讲袂使安尼啦，是毋是啊？但等到伊咧大年时，阮阿姆啊三顿款好食。对，哎呀，囡仔要等个免啦，恁去做恁工作，我来顾就好。我讲阿伯，你怎啊好无？啊、哦，好个在乎恁啊，嗯，啊若无，我唔知要安怎过。你看，人生在话济，是唔是？所以恶缘，有当时当你需要时，你才知是报啦。你才知是报。所以夫妻若无拄到考验，拢唔知道真正好咧都。卖为着一时的冲动，就判断伊是无好个。修行同款，咱爱有冷静的心去思考一切的这个行为。有当时真济物件，拢是一个观念转过的时阵，海阔天空。海阔天空，你来相信这句话无？但是这念转未过，啊，真正开经碰碰音。在家庭嘛同款，在职场上嘛同款，在社会跟人相处嘛同款。你的个性若无改，你去到倒位拢同款，唔是讲你咧家庭会安尼尔，你咧职场上绝对嘛甲人袂合，你咧厝内若甲厝内人袂合，你去职场上你绝对也甲人袂合，你相信无？是毋是？啊，你若出来社会去拄到这种团体，你更加免讲。虽然咧修行来这个团体，我当互你磨练跟大众相处无？后来的时候，你若直接习惯是回去，是不是靠我都甲厝的人相处？对啊，你看刘医师怎样讲？叔，你敢知我现在历史大我会来？我讲啦，吼、哦，历史师姐较早我派呢，人家有钱啊，吼、哦，对啊。啊，就是这三四个月，我拢去咧食饭，我也感觉伊最近咧讲话叫做温柔的。真系问讲历史师姐，你即阵我拢去对，伊讲我去圣人宫，这。听到伊关门，伊才开始传阮个朋友看，无头嘛歹势传我看，对啊。伊讲阮这大姐吼，较早若无欢喜，拢敢转倒呢，是毋是？啊，即摆袂，安尼，是毋是？你看，伊发到抖音来，是毋是伊嘛有改变？有改变无？啊，若无改变，你讲我讲讲，我老性命讲偌好，人原来听袂落呢，啥听袂落？看你这个型啊！恁迄师傅他有影偌好，对嘛？你去偌久啊？咩管你去圣人宫是偌久啊？要三年。要三年啊！啊，你要带我去三年安尼哦？我哪敢去？是毋是？对不？所以恁会一举一动，有去影响了众生，还是恁要带来众生的因缘无？有影无？所以过道亲，谁啊？咱讲爱自觉，这样我着觉听自理，这样理啦。你家己若修无好，就算有真正上天牵一个因缘，要让你度你，在度个过程当中，人家心中还是会有犹豫的。啊，你看，安尼就会断掉你度人建功立果的机会。会啊未？安尼可惜啊未？所以要度人。咱家己嘛爱修好，你看像圣人宫今日像有这个人气，今日师傅若做无好，恁留会掉无？留会掉阿未？即同款的道理，一句话，换恁来问家己，师傅若做无好，阮绝对唔去。
对不？但是你今晚来问家己，那做不好，人敢倒会来？倒会来未？哦，这个是相对嘛。你在用个信任教师啊，做不好就对不起。但是今晚你要去倒人，你若收不好，人敢来无？敢唔敢？所以你要倒人，家己爱收啊好，爱收啊好，爱清楚啊吼。所以每家师道，五家主道。咱家己要迄个智慧，家己迄个智慧，你自然就去结下一挂因缘，互你无形中去做这个功德。包括师父他都在讲，连咧视频，你若懂得好好去运用它，都可以让你怎么样行功立德。这是即卖文明的社会才有这个机会，对吼？伫二三十年前，拢爱靠嘴去度人的，释迦牟尼的时拢爱靠安尼去行脚传道，这样来度人的。是不是？现在有这个云端，咱若果袂用好好运用去度人，你来看，我头拄仔咧讲地母庙杨玉生，你看伊喊你来咱度着，偏偏两个，一个陈凯峰，一个杨玉生。你看陈凯峰，伊都较无咧做这个工课，你看伊来都哀哀叫，但是人杨玉生，我咧地母庙看到伊拢好个，虽然无咧来嘛拢好个，因为啦，因为迄个比度足济人来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啊，另外的师兄，拢有代志，才要来问师。啊，无你拢甲讲，啊，你拢无来修有啊？我拢去花花山修，这你就知啊吼。你体毕竟都在你做，无你讲花花山你去爱差不多几十点钟，啊来遮差不多半点钟。你讲你厝是大人爱顾，哦，啊是来遮较近啊，去花花山较近。伊在彰化哦，水利啊，吼。还是倒位，容易了吗？啊，其实去台东的话，山坑下来才较远。啊，讲厝两个老，有两个时代人爱顾，你看还是旅游哦。那个某遐远，你若爱去，伊讲我某娘讲我甲伊有缘。啊，咱就讲啊，甲某娘讲你甲有缘，你就去遐处理就好，去遐处理个查查问。但是阮上司讲叫我爱来吃，我讲无安尼好，感觉别人个地歹，感觉做咱收，是不是？这有合理啊无？有合理啊无？啊，所以一直只行都无什么感应，都无什么感应。但是人杨医生虽然即阵无来，但是人伊嘛咧地母庙咧效劳，迄个毋信心嘛有。人较早袂来咱遮落咧地母庙，迄几片，互伊即马健康，互伊健康，讲清楚无吼？所以咱要懂得怎么样去行功立德，讲清楚无吼？好，时间关系来，可能讲到这，大家请合掌。来，感恩天人上人无敬老庙天明降道于圣人宫，感恩弥勒祖师弘祖台湾慈悲普耀人伦，感恩天圣师尊建立圣人宫，予咱有道可求，有道可修，有道可行，了愿成道。南无弥勒佛，好，下课。